小时快乐的时间，你觉得过瘾吗？今天大家有过瘾吗？我你们这个犹豫不决的心情是？小时精彩的演出，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2020屏东动漫展慢慢动一下。那么除了这两天动态的演出之外呢，各位的左手边这一栋屋子演武场里面也有许多就是国内优秀的绘师的作品。这个展览会一直展到10月11号，除了周一休馆之外，大家都可以来参观看看，看看国内优秀的作品们。那么对，又到了主持人的自肥时间了，哈哈。我什么都还没说。如果你觉得今天他主持人还不错，或是你觉得这个人很好笑，我想要跟他多聊两句，等一下花莲也会出现在悟饭区，也可以过来找我聊聊天，买买我的悟饭啊。那我就是对啊，好，大概就是这样啦。谢谢，我要阻断这边耳朵哈。好，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花玲，谢谢大家。